姐姐在追鸽子，不怕人鸽子，弟弟跑过去追鸽子，看到弟弟就怕了，就飞走了。弟弟啊，你这样太恐怖了，他们在害怕，你看他一直跑了，不敢给你追了，因为他们觉得你会把他抓起来。哎，你看那个鸽子好笑，你看他动的时候头在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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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可爱的。哇，那里有一条狗。哦，数码宝贝啊，对不起，我看错了，数码宝贝的那个看板。哇，弟弟，他直接跳起来没有飞走哎，他直接跳起来没有飞走哎，你看。没有，因为他们知道说弟弟不会伤害他，所以他就只有这样子跑给弟弟追而已。是哦，哇，这次是真的飞走了，不见了啦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，那两只不见了，跑到那边去了。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找其他的这个鸽子来玩吧，好不好？